你要啊，那好，放你。好，这个闺蜜要来挑战换尿布了。又来了，妈妈换尿布。我们在茶园里面依旧如此时尚，真的超好笑。但我们的时尚教主已经不行了。嘉嘉，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嘉义。之前我就有看到呢，有人说很想要看闺蜜跟我出去玩，或者是带噗噗，所以我们连他们也带上了。Hello， 那今天呢，你们有个任务，当然我们不会说完全丢给你们，这一次主要你们是以保姆的身份。等一下，所以你们把我们骗来是要来当保姆？哎，对，是差不多的。为什么我要来？我可以不用来啊。我们总是要有求救的时候吧。那今天呢，就是由闺蜜出任务，要来当三天两夜的保姆，刺激了！你看，现在马上回去，现在高铁还可以买票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发，我们这三天要入住的饭店 ，Let's go。你们很厉害耶！等一下，这个会有版权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你们一来，你看乖乖睡着了。哎、欸，你以为哎、欸、有在白当的吗？这次我们入住的是吉子商旅。其实我们今天住的这里啊，我觉得它的位置是非常好的，就是要去吃那个喷水鸡肉饭啦、啊，或者是喷水池，这附近其实都是非常热闹的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你看旁边那里，脚踏车。晚上你们两个就可以租个脚踏车。我们今天去 check in 吧 ，Let's go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一只是什么？这一只橘子人是我们的吉祥物。那这个手举牌的是我们的活动餐车手举牌，是它主要的概念是以环保为主。那未来我们餐车的部分也会在我们饭店这边不定时会有快闪活动。餐车哦，嗯，行李等一下可以放那边的那个行李寄放区。那我先带各位去二楼做个导览。OK， 嗯，谢谢。Go。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公共交易厅，那主要是就是背包客房，他们的客人的使用空间也都会在这边。哦，对，你们有背包客房。对，所以就是那种一个一个睡床，对，就是单人床垫这样子，基本上睡这。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的一个留言板，然后每个月这边也都会更换主题。这里有一个交易空间啦，就是公共空间，大家可以在那边聊聊天。那边有一个公共厨房，待会可以做个参观。的话是我们的背包客的四人房，其实蛮温馨的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今天要睡这个床吗？OK， 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开箱一下房间，其实蛮大间的耶。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傻眼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这间饭店也太有品味了吧，竟然还有音乐，就仔细听，对，声音。这个视角很棒哦，阿姨 KTV 第一排，而且那边有公寓，公园，这感觉是瀑布会爱的东西。对，嗯，我决定了这两天的行程就是瀑布在那边。OK， 所以你们是两个单人床，不用打架。然后看一下你们的浴室，就非常简单啊，而且我觉得是蛮干净的。好，接下来去看我们的房间。哦，我们的是合适，没错，这感觉超赞的。我们这次订的呢，因为我们有考虑到可能晚上我们会在这边聊天啊，干嘛，所以它其实有三人房，但我订了四人房。然后你看一下这里，这个是有多隔一层？哎、欸，我也第一排啦，我觉得这个空间很大，很大、哦。我有这边要洗澡，这边。我其实蛮喜欢这样子的设计，就是干湿分离，然后分成洗澡跟厕所，就不会打架。哎、欸，像这样子分开的，你觉得是比较好？大便大不久，我们等一下呢去吃个晚餐，以后就要回来早点休息了。那我们就 Let's go。OK， 我们去完夜市买回来的东西，把粮食存起来。照顾波波的部分啊，玩乐真的就要交给王阿比。如果让三九跟他玩乐，所讲的故事会有点危险。你要啊？那好，放你。好，这个闺蜜要来挑战换尿布了。又来了，妈妈换尿布。好起来，好起来，好站好，站好，波波站好。好，然后把它原本的那一点直接穿。笑死。
好了，成功。怎么样，妈妈？画的还可以吗？你们这有点暴力了。OK， 我必须说呢，这个房间呢，这样子这样并起来，其实是很棒。就布布他就可以这样子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你的机器呢？没有，你没有鸡鸡，这树有鸡鸡吗？没有。那你会说有吗？没有。子酱，早安，今天阳光明媚，各位，我们等一下呢要上山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出发。OK， 我们今天来到山上，我们是要来体验竹林泡茶，在竹林中泡茶的感觉。哥们，你说呼个啥个？哇哦，这个竹林好漂亮。今天我们呢不是上阿里山，我们是去阿里山隔壁的眉山。在眉山这边呢有很多的茶厂，很美耶，特别美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就是来到了竹林茶席体验区，然后我们真的就是在竹林里面，在这种地方泡茶的感觉很棒。所以说您是专业的茶艺师，我们都有考试认证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就开始。我们喝茶有几个步骤，第一个是先闻它的味道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是品，再闻杯底，杯底很香，所以我们现在喝的是铁观音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已经喝完很好喝的茶了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采茶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出发。这边呢，其实他们会帮我们准备一些可以拍照用的一些道具，还有平常采茶正统的工具，正统的采茶。因为他们两个是所谓的你知道时尚人，所以他们自己呢花了上千块准备了自己的斗笠。等一下用抽的，因为有四种风格。对，抖的是这个，这边数过来第二个，跟他的酋长的毛一样。这是小猪，好，这个海龟，就它。OK， 苍蝇的部分。那我们请王阿比先抽一个。好，你要选左手还是右手？右手。好，你是海龟。好，现在请着装。好荒谬。那我们来帮默默戴上他的这里桌子的那个吗？对，流苏。那我们要出发喽，来茶够。我们在茶园里面依旧如此时尚，真的超好笑。但我们的时尚教主已经不行了。我们乌龙可以采到三叶，所以就是这样采下来。OK。各位看一下啊，那边有一块呢，长得很像台湾的茶园，那个是有注册的。采茶真的不容易。对啊，所以要珍惜手采的。我们通常采完茶以后，后面有哪些步骤？因为我们今天基本上只有到采茶的部分了。对，采完茶之后呢，要经过24小时静置萎凋走水。萎凋走水。对，就是让它的水分散发掉，或是晒太阳。OK。对，这样之后才开始揉茶，要揉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才可以去烘焙。OK， 这个就是瑞明祥的茶叶，这是金香乌龙，这是金萱，这是红茶。我会把这个瑞明祥他们的网址放在下方啊，他们其实还有更多的体验课程。好，那谢谢，感谢你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呢由时尚教主三九哦，还有这个王阿比手做的斗笠，这四个即将留在这个地方。这四顶的制作成本被搞清空。哇，三九在帮他换，但我好粗暴哦。你喜欢这种湿的感觉吗？对啊，你想留言抽奖。OK， 那我们就下山了 ，Let's go。各位，我们一下山呢，就直冲了阿婆。
烤玉米，他上午10:30开始发号码牌。我们刚过来的时候呢，老板很轻松的跟你说了一句，哎 ，Hello， 你现在可以买啊，是你大概要等到9:00才可以买，所以我们现在时间3:30，也就是要等快6个小时才吃得到一串玉米。好像我们住附近。OK， 那我们晚一点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传说中要等6个小时的玉米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。OK， 我们来到了快意生活村，好漂亮哦，这里。然后我们来这边最主要的目的呢，是听说来到嘉义也一定要买的伴手礼之一，可以哇，福义轩的。你要吃饼吗？不要。OK， 怎么样，两位带了布布一天，你们还不算完全带他呢。魂已飞，魂已飞是吗？现在5:00我就想回饭店了，我们现在就回去休息啊。现在是晚上9:30的部分，我们玉米终于拿到了。玉米好吃吗？我不知道这样算好吃吗？这是好吃，但没有到非常，没有经验，没有经验。它是我喜欢的那种，它有炭香味，然后比较硬的，好像没有到很入味，因为它的酱就是在表层，它在表层，它没有到那个里面。5个小时，我觉得不需要，还不如去买饮料好吗？哎，他真的很拽哎，去买的时候那个店员就说啊，我们只剩这个咯，你要不要？啊，你要不要这些凉粉？如果等一下回来我们关门就没有了、喔、对啊，关门就没有，你就没有了、喔、甩什么，结果一盒对不起我贵了，你一直在拽。真的，那我们要来讲解了吗？还要人要喂，我觉得5个小时太久，但我们其实也没有等待啦，就是我们可以去做我们自己的事，做集资的好处，真的基本上好吃的东西都在附近。我明天早上还有早餐，那我们就明天早上见， Let's go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是早餐时间啦。然后我有发现啊，嘉义的凉面的面条是用宽面诶，除了就是有油饭啊，还有面啊、饭啊，还有粥啊，它还有这种手工菜，香菇白菜。这3天下来，你觉得布布的饮食习惯如何？挑食、挑碗、挑人、挑喝、挑时段。对，长大后可能会不得了。默默的 pass， 就默默现在很挑，好不好？所以挑到我。挑错，我也是挑错的，误挑。那你觉得像我们这样陪他玩，然后帮他换布布啊，这些有的没的，你们要给我几分？如果10分，我觉得可以给到8.5到9。没有那么高、啊。那我们吃完早餐，我们就等一下上去准备退房，我们再见。OK， 我们的3天2夜之行已经结束了，这一次的安排还可以吗？可以。两位还满意吗？可以啊，下次还想要带布布出来玩。可以啊，如果都是你付钱的话。我们这一次出来玩哦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房间费用。我们住的是豪华双床房，合适还有分3人4人。那我们这次就是4人。以我们这一次为主的话，我们是平日嘛，你们一个晚上是2700，然后我们一个晚上是4100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有搭配茶专案，因为他们正在推广，所以茶专案的话原本2700剩2300，但是你不一定要上去采茶。那茶庄的部分就是自己要再去跟茶庄联系，所以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。好的，那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这边了，第一次闺蜜带布布。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给一个赞，然后就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你身边喜欢吃美食的朋友啊，想要带斗笠的朋友，如果还喜欢看闺蜜带布布出去玩的话，没有带布布出去玩的部分，我有了，只有闺蜜系列，闺蜜带妈妈自己不想要，妈妈想要把你放手，没有办法同时应付两天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期影片接着按赞、分享、订阅起来，我们的频道今年10万订阅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可以啦，我觉得有王阿比 OK 啦，很好。只有你的话，就真的是有点危险。对啊，你干嘛哈？你看我，好吧，我的。王阿姨心里想说，我很饿，我不理你了。